面熟喽。太好了，我要再给你们看看咱们家的海鲜套餐。去过鱼鳞，去过内脏的石斑鱼一包，去头去尾的带鱼段两包，带膏扇贝肉两包，退骨的章鱼须啊两包，可以凉拌的海带丝两包，煲汤的鱼丸两包，下酒菜泡椒鱼皮一包。给我点个关注啊，我呀再送你两包可以泡汤的野生紫菜，这样满满一箱14件，只要2.9，我呀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到了吃八爪鱼的季节啊，一定要不要放过它。这时候的八爪鱼啊，个个带大米，嗯，有沫有大米，来点汤，嗯，特别香。如果啊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又恰巧你不会做，朋友，你看看咱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。一包呀是半斤，香辣口味，回家呀不需要你放任何东西，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这样满满一盘啊，一家三口人没有问题。啊，嗯，肉质特别的 Q 弹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快点来我直播间，还有优惠呢。皮皮虾，带膏皮虾，啊，哎，太过瘾这膏，嗯。啊，真香！再来一个，啊，皮皮虾，我们走，带你去找个男朋友。真太肥了，嗯，啊，过瘾啊！哎呦！嗯，嗯，嗯，真太香了。嗯，高姐，如果你也喜欢吃海鲜，我呀给你介绍一下咱们家的生鲜套餐：野生石斑鱼，去过鱼鳞、去过内脏的给你一包；带鱼中段给你两包。带膏扇贝肉给你两包，你们最喜欢的章鱼须给你两包，可以凉拌的海带丝两包，做好汤红烧都可以的，雨花花鱼丸给你两包，下酒菜泡椒鱼皮给你一包。今天啊，你给我点关注，点个爱心，我呀再给你送一包野生的紫菜，可以做汤，让满满一箱啊，14件，只需要2.9，我呀还给你包邮到家呢。大扇贝，嘿嘿，这大肉。哦，这是母的，嗯，啊，这个肉才过瘾，嗯，高，精华。老过瘾了，这个肉，小扇贝，嗯，好吃个派大星。这里面的膏啊老香老好吃了，我特别喜欢吃这里面的膏。哎呀，哎，打不开你，打不开，打开你。嘿嘿，嗯，真香！哎，就吃它这里面的膏就可以了。哎，哎。
拍打性的高，真的太香太香了。在我们海边呀，吃海星啊，直接清水煮熟，直接可以吃。吃个小八爪，哎，小罐头，啊，大米，啊，真太香。朋友，如果你很喜欢吃八爪鱼，你看一下，如果说你不会做，你看一下咱们这样的熟食迷你八爪鱼，这一袋吃半斤，满满一大盘，一家的五口人足够，香辣口味，肉质 Q Q 弹弹，特别好吃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主页小店都可以买得到。吃八爪鱼，哎，这大米爆米花一样，这小迷你八爪鱼啊比长嘴八爪鱼啊更香更嫩。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这个小迷你八爪鱼，你看看咱家的香辣迷你八爪鱼，香辣口味，回家呀不需要你做，加热一下即可食用，肉质啊QQ 弹弹的，特别好吃。每袋啊是半斤，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或者啊来我直播间还有优惠。搂个大生蚝，哎呀，个个都是小胖子。哇塞，这个肥，都是这种小胖子。如果啊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像我吃的这种生蚝啊，一斤五个，回家冷水下锅，水开煮个两分钟即可出锅。太香。哥，哥，想吃八爪鱼啊？是呀。哎，想吃八爪鱼简单，给你看一下，咱家的香辣八爪鱼，哎呀，这满满一大包呀，一家五口人啊，没问题。味道啊，鲜香麻辣，肉质啊，紧致 Q 弹。如果您想吃，视频下面黄色购物车，还有来我直播间，还有优惠呢。好嘞。很多人啊问我，海螺和猫眼螺的吃法是一样吗？其实啊不一样。给大家看一下海螺，海螺啊有苦胆，这个地方啊是它的苦胆。哎，摘掉。这个地方啊是它的肝，挤掉。然后啊就可以吃了。猫眼螺。猫眼螺啊没有苦胆没有肝，你啊可以放心大胆直接吃。太香了。鲍鱼，又叫九孔鲍，因为啊后面还有九个窟窿。哎，这绿色的是它的内脏啊，不要吃，还有牙齿，直接给它拽下来。哎嘿，剩下的都是它的肉，可以大口大口的吃。肉啊特别的 Q 弹紧致。绿色都是它的内脏，千万不要吃，这是它的牙齿，扔掉。